今年的金石奖，嘉麟优线电视公司制作节目的一个分林，探讨分林少年人从事农业、落水客、烘焙山、甲地藏下汉的三个议题，充分表达在地声音，了解地方的需求，用心的制作受到评审的肯定，即件得到最佳公共论坛节目一项大奖。最佳公共论坛节目奖得奖的是下一个云林。嘉麟有线电视台的节目。好，下一个云林这一次是第三次入围，然后第二次拿下这个奖。那感谢我们的评审委员看得到我们的用心，因为每一年每一年评审给我们的评语，我们都有跟着在改进。那最后要感谢我幕后的一些工作同仁，因为有你们的付出，所以才有今天可以拿到这个奖。谢谢。这个节目已经第三年入围，这件是第二摆得奖，会当有这么好成绩，台湾数位公讯科技集团也非常感谢大家支持。这次得了这么多的大奖，我们真的要再次的感谢哈！除了乡亲对我们的支持之外，我们真的要谢谢同仁们，在这过程当中呢，长时间这么努力、这么辛苦的把地方上所有大小事呢，非常真实的报道给大家。那得奖呢，是我们下一个阶段继续努力、继续精进最好的开始，谢谢所有这个主办单位给我们的支持。文化部举办金石奖，和地方优线电视公司制作优质的节目，提供给民众观赏，要大家看到优线电视公司的认真跟用心。这件会当得奖，对集团是上大的肯定。未来集团也继续做优质的新闻节目，回馈分林乡亲。记者郭祥品采访报道。